水过来接，拿着你的水过来接。这是哪个侧面？你过来，这边都一样。拿你的水过来接，过来接。好，谢谢。好了，这样。放到口袋里，快点过来集合，过来集合。太小了吧？太小了吧？他们身材也没有比较好。干的好小，我就好了。好，过来，快点，凯乐。我要干什么？哎，朱婷。这不水。看阿爸。朱婷，朱婷，我们拿球的时候。处理球快一点，不要拿太久，不要拿太久，不要停在原地。拿到球，拿到球，你要把球推动，拿到球把球推动，不要停在原地，让它靠近你，它身体靠近你一卡就。你的狙击远远飞出去。所以拿到球处理球快一点，传球导球快一点，懂吗？平常练的。还有刚才说的战术，我再说一遍。要练八号不是我。八号在我这里。八号好，用这个荧光色的。好，两个红色。好，看这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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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快点，中了。篮球，就你，你游泳。再讲一次。如果传过来，传过来，哎，好，好，传过来。不行的话就可以就换边再倒，看看这边能不能打，不要一直执着在这边两边这样子，不要一直执着，如果两边都不能打的话，那你就赶快换边，对，可以回来，对，如果还压前面踢知道吗？好，好，喊声喊声，先发的。先发上，快点，快点！队长，赶快啊！张明阳，快点，先喊声，先喊声呐！不要啦，上台了，赶快啦！飞腾，加油！好，上去。等你，因为那土太黏了吧？那你坐后面一点，坐后面。这土好黏啊！好，位置先站好。把桶捞出来。天然的，太黏了，我不能坐着。刚讲完的，你看我讲完的是不要随便往中间传，不行的话就回来就好了，不要执着在那两只，不行的话就回，就很重了，好，再回来，对，绿神吧，你先拿球，进来你的，带走。
不然这种球要再大力一点，这种球再大。中间哦，中间。小敏这是守着，好，不要让他拿好。一个要上，一个对球上，好，位置站好，位置站好，绿城，绿城，对，位置站好。挑不起啊！我跟教练到底跟你们说什么？他说你们两个真的两个边后卫要缩到圆弧。他说守门发球的时候你们怎么站？就是两个边后卫要缩到中间那边。两个边后卫站到中间是圆弧的两个。守门发球的时候。对，然后是那个后卫不能超过圆弧，杨明会掉。杨明都跌掉。好。然后因为上次杨明没了。哎，强嘛！我在强调，艾美，艾美回来。哎，强，哎，强，那么着急。哎，还有谁？李立成。杨妈。老公的。呵。俊凯先把球处理掉了，早一点。迪亚，你看，迪亚，来了。为什么要先换我？先换立场。立成，你会打后卫吗？教练，我要换嘞。会不会？我平常打。打右后的。教练，我要掉那个。我跟右卫换。中间接一个，中间接一个。杨敏，找位置接。北平接一个直的，北平接直的，杨明接中间，杨明接中间，靖凯弹出来都你的哦，弹出来这里都你的，再站上去点，靖凯，好，这里。到中间就好，到中间就好。快点先上！加油，这种快习惯。快点到！快习惯是蛮帅。
日准上来。干！日准，拉边接，拉边接，交给你，交给你。小美，你接一个中间，接一个接直线，不行。对，换过，也换，往前拉。打直了，一响。不要怕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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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太快。看绿城，看绿城，看绿城，绿城叫啊，绿城！一响挡人了，一响挡人了。一响，一响，挡人了。帮靖凯挡，绿城抹布，绿城抹布，那个来了，什么？为什么？你等一下换那个。一翔啊，你要准备一下，准备一下。绿城慢步，先放球了，往左边看，左边。头抬起来看，放了。换一响。放了，放前面，一响。好，我来叫他下来。等下出界的时候叫他下来。直线，直线，中间接。小明，绿城呢？绿城叫他，绿城叫他。一个上就好，一个上就好，绿城慢慢补。绿城你的上，对，放放，太慢了，进来上啊，进来。进凯，你的进凯，上来一点，轻跳，轻跳，进凯，轻，你们看一下中间。Yes, yes, yes.哇！快！
你没看对哦。把球拿下，看左边，看左边，放了，放了。这有越位吗？没有，没有越位，那为什么雷鸣不往前跑？雷鸣，往前，往前，不要让他回来了，往前。又有一个越位，中间接一个，杨明。立翔，黄立翔，立翔，立翔，换一个，跑上去。来接。没有，这个不用等，这个不用等，因为他已经暂停了。角球的时候，角球的时候你可以喊一下，做那个挡人的，你知道吗？知道挡人的吗？帮那个靖凯挡一个，然后靖凯射。你说那边吗？右边，右边。右边。依然接起来，依然起来。还有那个，你在那边拿球的时候，杨敏如果绕你后面，你可以把球往旁边放，右边放，他会跑，他就可以拿到球。然后前面拿到球啊，你跟雷鸣平行的时候，你看防守站这样，你在这边拿到球，你跟雷鸣平行的时候，不要传后面的，不要再想要往传后面的，你就往前拿，往前拿，传他，拿到前面。好，休息一下，喝一下水，喝个水。对的，拿过他，帮他补，他过了，不要再回了，往前。那里有敌人。接下来，绿色拉那边，绿城，靖凯，后面你的哦，后面这里你的。快去
放，看中间，哎呀，前点，裁判，往下走，等一下。一整动一下，动一下，去动一下。好，加油！绿城，绿城放在前面。好，可是那绿城吗？绿城，他算打中锋的。他打哪里？不确定，他什么位置的？没有球控吧？绿城。丢你的。清球，两边清啊！好，看一下，冷静，冷静回对，哎，球要给好，球换边啊，右弯那里，不要是往中间塞啊！一安，绿城，来中间，来中间，来。没关系，看直线，丢直的。丢直的，让他去哪？中间没有人，你丢中间，看直线啊！靖凯，看直线啊！磊明那里，丢直的，他可以去跑。来，站在这里。你看，你在边线，磊明防守的是站。